直男五官帅气，面相运势竟不如想象。你可在整个五官来讲，他的耳朵哈金铃耳，往往人家说者无意，他会听者有心。常常会被老婆所干扰吗？有。你用干扰二字，对，但你他的异性缘非常的好。这个地方有疤的话，要特别注意，对于这个诱惑，他容易晕船。哦，好像很准呢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